们来看看这个自省啊，像这个人道啊，假如能够自省啊，啊，你就能够见性啊。假如说你不能自省呢、啊，就不能啊见性。像人道一定要说，我来这世间干什么？像你们有没有这问题？我是有了。我从小就说，我到底来干什么？看到谁看谁啊？小时候了啊，再长大也说，真的没有出路吗？啊一。大家都没有出路，一定要死吗？自己讲的，从小还是长大也在问这个问题。像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？不会问，对不对？不懂哦，因为你父母保护太好。我就会讲说，那我到底来这世间要干什么？我也给你这个讲啊。而且、啊、现在啊，看到人道其实都在波动，啊，人道的心啊，大部分都是不安了哦。那个。人道心怎么会不安？他也不懂，啊，那现在不安啊！我也给大众，你们一定要听哦，不要有思维，啊，你的思维啊，就是这个身体啊，为这身体付出代价就太大了，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思维即波动，若为己思啊，将招感业力啊，这个冤亲债主啊，附体，这个众生乃至于魔众现前。这很严重哦，没有人懂得嘞，啊，所以令思维计划每一步啊，真真没讲这个，全世界每个人都有，有没有感觉？他也不懂，啊，说思维自身，思维啊自己所要的人生吗？啊。所以现在没有学佛不懂了，现在学佛才知道说，哇，这事情很严重。我们到底来这世间是干什么啊？要问问自己，才知道说，人体啊，来这里可以出口。啊，人体它是叫做业报身。啊，而且我们现在福报大，就跟着佛。啊，跟着佛给大众讲啊，修行呢、啊，就是听佛的话。啊，佛讲不行就不行，啊，佛讲行就行，啊，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像这个佛教我们就是宇宙准则啦，他讲啊不行，叫你不要去做。像人体啊，我现在发现，我也跟人家以前呢，在我们师父那净空老法师净动学、净动学，我也学到很多。啊，那时候也不懂了，啊，好像话太特别多。我觉得这话多，我觉得都不好。啊，像现在跟着佛才知道，话多是一个干扰，干扰了，干扰就是心不清凉了。啊，你要话越少，而且心也不动，啊，不要思维，其实你就是修行人。修行很重要。啊，做定思维计划，每一步就在业。业力的进行中，啊，是当自身是为自己所要的人生，啊，所以修行不但是身心，啊，言语当要自身内，啊，是来说，哎，我到底怎么样？要看自己，不看别人，就好像啊，你看了这人不好，这不，你自己好不好？啊，哎，这个人做的非常哦，很棒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啊，就是自省，这老师在教非常好，所以有过就是当数啊，数字利益改过执念啊，执行啊，像我们现在跟着佛很棒哦，啊，为什么跟着佛很棒？你看佛所教导宇宙众生，我们绝对不能犯啊。现在我跟着佛以后，看到人在造业，我们也不认识，也没办法讲，其实讲人家也不听。就好像我们现在说讲贪嗔痴慢疑啦，啊，很多都有。而且我给全世界人体不能做主，我给你们讲，你们要听哦。人体他没有办法做主的，啊，人体啊，你只要有思维，你身体就有病，有附体。所以人体啊。早一点闻到大法，现在相关的就是大法，啊，避免之前所造的恶因再续，啊，
再过着下去，以前没人叫你说哪个没造恶因，每个人都有的啦。你说哪个不自私？你一百个都是自私的，现在学佛才知道，哇，自私这真的是很严重哦。现在佛在讲，好可怕。不懂，所以真心改过，能改善分层进入空间，而以避免心之不动而影响踏实之心。啊，这个问题好像大家听不懂，就你破洞把众生醒，就在你身体。啊，像在这里啊，哎，一天不要浪费一天的，最重要了。啊，每个人都是个体，看看自己怎么去苏醒。像现在问题最重要是你要面对，面对。像现在我们很多人要是面子跟理智就不行。啊，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，对你自己帮助是最大。为什么呢？见性，它是宇宙种子，它一点都不能骗人的。啊，不要讲说，哎，没人知道，我就这样做，都不行哦。啊，你的心一动，你就输掉了，那不是佛法。像我们佛法叫心法，心不能动的。啊，假如说你都很假，要这样，我们也无能为力了。所以有不足之处，干扰或障碍他众生，当自省。过之是当数啊，立即改过，自念自行啊，避免自行所造之恶因再续啊。像现在我们也给大众讲，其实听经很重要。啊，听经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对你啊，啊能帮助破迷开悟。现在我给全世界讲，现在网传很多人听啊，其实受报都是自己害的，没有人害你。像我学佛以后才知道，为什么要宇宙种子一定要道德啊，做什么事情一点一滴都不能马虎的，啊，一点点占人家便宜都不行，这是我看到的非常可怕。啊，叫你能够听了、啊。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嘞，啊，做真心改过呢，改善啊，分层进入空间，啊，这分层啊，就是你有贪嘛，我给你们讲要听哦，啊，你说哎，我觉得我没有贪，他贪不是贪财、贪名、贪什么，什么贪都有，你只要有贪就进入，就好像你也放不下，也算是贪了。你才知道这事情很严重的嘞。那现在啊，假如说你有在听，就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帮助人，其实没办法嘞。啊，现在不是佛在帮助我们了，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帮助人。为什么？他就是灵体，你可以问他跳来跳去，他也知道被附体。啊，灵体可以跳来跳去的啦。只要念头一样，很麻烦的嘞。只要真心改过，能够改善分层进入空间，啊，所以这个避免啊心智啊这个波动来影响啊踏实之心。啊，像我们要听经，有不足之处啊，干扰或障碍，他都当自省的。啊，有过处当数字立即改过，啊，避免恶因再续了。像现在人也不懂，大部分你说十个事都有招，没有一个没有招，他也不懂。啊，像这个人体要给他心动都不行哦，不懂，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。啊，所以有不足之处，干扰或障碍，啊，他重视。啊，当自省有过之处，当数止，啊，立即改过。啊，真正的学佛人很棒的嘞，你要看老师的佛都在教。啊，假如你一举一动，自然中自然下，不要去造业，很棒的嘞。啊，人体很棒，在我自己啊，今年虽然是80啊，我觉得人生没有白来。
啊，人生没有白来这样，知道说这个救是非常重要啊。为什么就救人就是救自己了？啊，避免了恶因再续，真心改，啊，能改善分层进入空间。啊，那为什么一直进向里面进入空间要小心哦？都是你爱的进入空间，他就抓你的灵了。所以你必须舍掉啊，这个幻化的世界的东西。你有没有感觉都是幻化啊？所以有不止诸啊诸种干扰障碍，同时要自己内心。啊，像这个人体，我们啊非常感恩我佛了。而且感恩老师夏林居老师也是，哦，哇，他每次讲话，人体的每一句啊，他都一针见血。他以前呢，在我们台湾啊，那时候好像是最少也有10年有了。我们在群众，他都来了，啊，来群众，笔拿起来就是去，毛笔这样写，好厉害，真的。啊，而且他常常写着弥陀弥陀念弥陀，原来弥陀念弥陀叫我们要做弥陀啊，在你就是阿弥陀佛。其实现在南无阿弥陀佛叫我们做佛了，可是我们大家这个个性很难改，不能做佛啊，要个性改了就能够做佛了啊。所以有不足之处啊，干扰障碍他众乃至内心，有过之处当数字，立即改过，避免恶因再续，真心改过，能改善分层进入。像这个分层呢，你不改过，你不能进行。你们两个要听。啊，你假如说一直睡觉，不可能进行的。所以有不足之处啊，干扰其他，啊，当类型有过处当数字啊。像现在人体很棒啊，该看大众了。啊，人体不能啊，在轮回哦，轮回好苦。你会看那王红，他的狗讲，啊，他已经做了好像多少次的狗，后来脱胎王红，王红爱狗，他就脱胎狗，王红又去把它拿掉。你看他，啊，王红现在知道把它牵上，王红已经牵了3个了。哦，啊，王红你看过他来过的哈？啊，说真心改过能改善分层进入空间，很苦。我看王红也很苦。人呐、啊，不用那么苦了。人呐、啊，知足常乐就不苦，每天跟着佛超度就不苦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听的。哎呦，啊，遇老病受苦，当提起惭愧时，像我给大众讲，我都是靠自己比较多。啊，我都靠自己、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我会啊。尽力要去超度，啊，就好像人家不敢超，我都去超，啊，为什么超？把这个能量提升了，能量提升能够救很多人。就像魔种来讲，你看华建筑都慢慢的魔种，啊，那魔种以后就是我要带回家去西方，所以你们呐、啊、要帮忙一下啊，他们再给他们开导一下，哎呦。啊，灵跟灵可以开导的嘞，灵通啊，有时候讲开导他不听，啊，开导听不听随便，听了就赚，不听了也是他造业，还要尽力啊。所以老病受苦时，当提起惭愧忏悔心，啊，自身乃是业力众生，啊，像我给他这句话，大家听不懂，每个人都带业来的。我也给全世界，你假如都是纯善，没有一点恶，你绝对放业。像我给你们讲，你一定要听的。啊，我很好，啊，我很自私，你是不是一个人死翘翘？有没有道理呀、啊？啊，有的就给人家用，有没有道理？这个对你自己的帮助是最大。像你说能够吃多少，那可能吃多少。啊，所以老病受苦当提起啊，惭愧忏悔心，啊，至少是业力众生，
来说冤亲债主现前，无法自主之苦，说却莫报怨，疑心不满。啊，现在这个报应跟疑心不满，他不懂了。你要看看，有时候人家还怕吃亏怕财，他也不懂，他不晓得吃亏就占便宜。啊，不但无法解除老病之苦，更加加重。啊，现在看太多了。难道认识相关大法师阿弥陀佛？我也给大众讲，可以讲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啊，大家要抓紧哦，不然就太可惜了。真的。啊，永远不用轮回了，轮回很苦。他轮回不是你能够做人，不是的。像佛讲经啊，我也讲给大众听。啊，讲给大众听啊，一点一滴啊，他都不能骗人的嘞。啊，一点一滴啊都有因果，他不懂。啊，所以啊，来说冤亲债主现前，无法自主之苦。啊，切莫抱怨疑心不满，真心啊重要。像人体啊，对人家有怀疑啊，对人家抱怨，对人家不满都不行。我给大众讲个听，说真心改过能改善分尘，爱避免心之波动。啊，而且干扰障碍，那对你自己就不能现行了。假如说呢，你是个很聪明的人，啊，不要讲看澳洲人，看你们马来西亚人就好。每天在做什么？就为着生，有没有？每全世界都差不多。哎呀，你看澳洲，像我常走路走过去的路，我觉得人很可怜。啊，拼命做，拼命做，就拼命自己的感觉了。啊，拼命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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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就是自己的想法了。把自己害死，说不但无啊解除老病之苦，而且更加啊更加重。所以给大众讲，天下啊，像在相关道是全天下第一的人，假如你在这里住久了，人家做什么你要跟人家学，不是你还有自己观念，那你就错了。像我们积极啊，都是在帮助人啊，一切无忧莲花好，爱一切时一切地，面对一切人有二六十种花不离身啊，提起佛号自心念佛啊，静再静啊，自己的南无阿弥陀佛，把自己忘掉。我讲自己忘掉，大家听不懂。你要把自己忘掉，你身就静，就清凉。我给大众讲，又听哦。像我们这自私自利，就是害人呐、啊。而且我们的做人呐、啊，第一个要形象好，啊，带动人家尽心，这是相关大法师的宗旨啊。啊，说真心改，啊，人啊改善分尘净土，啊，真正的 啊对一切人一切事礼敬诸佛，啊，一切无有念佛好，在一切事一切地啊，面对一切人，哎，二六十中佛号不离身，啊，提起佛号自心念佛是自身。啊，练习的啊，心中的成果的好不好？像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。啊，习出心中成果就是我们污染太多了。你会觉得我喜欢，我只喜欢的污染，也不懂。啊，我讨厌，我不喜欢也是污染。哇，这人体啊，真的不是佛法教义。人大说你要见性真的是很难。
看不好也不行，看坏也不行，啊，都是要慈悲再慈悲，呵呵呵，啊，感谢佛啦，啊，教导非常好，不然人道根本就没路。所以意思啊，临终念佛发愿往生西方，必要的条件，啊，所以给他条件给大众讲很棒哦，啊，每天很开心，啊，每天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啊，在这世间与修行。好，老师向林俊老师开始世间修行。啊，世人以为我为生活中心的，啊，我在财神迷失罪贪嗔痴慢疑，这个我给大众讲，像这个东西、啊，你的人体附体了，只要你有这个东西，没人懂。啊，而且现在人到最笨就是。这个假身造的业，没有人懂的。所以为了让此生过好日子，需求财、求名，啊，满足身体的欲望，活在情感爱中，没有人懂的。所以随时欲死，啊，所以。这个随时与思维起心动佛动为，你看，你说你不护体哦，护体护得严重哦。阿家你出去那边都在超度，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么不然就十二大光、无量光、无边光、无等光，都在超度，把自己忘掉，你不会被护体啦。啊，能够做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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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于是业力冤亲债主以身类起现，渐渐讨债还，报应报，报应报应。啊，现在看起来才知道，哇，自己冤亲债主自己找来的，真的。啊，满足我身的需求都为了假身。啊，顺着我感受，还有主观好恶是非、高低等分别，活在因果业中受苦。像这个，大部分人都没有一个跑掉。啊，你看认识的人很我很厉害，啊，每个人都很厉害。这个厉害就造罪了，所以修行者舍家弃业，化缘见性。也是为救助众生而成就自己，过着舍我无我舍身的生。啊，就好像有家庭的不要了。啊，其实这个也给大众讲，像这个学净土啊，啊，这个心不能动。啊，生与欲要干净。假如说你有牵挂了，放不下，你修行会出问题。啊，什么出？你会被附体。啊，假如你今天呢、啊，真正修行，啊，舍家弃业，自己好好修行，他跟你都没关系，你成就才能救他才来。啊，假如说，哎呦，已经出家了，啊，家里还放不下，啊，还每天在想，那我告诉你，你的身体会生病哦。啊，你说现在出家人是不是很多生病？我告诉你，100个生病，在台湾我看到是，你舍家弃业没舍得干净啊，破戒人家就可以进你身体来，以前不懂了，现在才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而且给他出家人不能有个性的，啊，出家人只要你有个性，你也修不起来。那个性是假身在用的啦，假身我要我不要要不要，在我现在讲经啊讲得很微细啊，讲得人家能够听得进去的恭喜大众。人道没路的啦，
啊，那你感情再好，感情再好，啊，你要看历史来讲，我们五千历史啊，有时候看他们中国在演的片子，每个都是骗人的来，啊，人道都是骗人的来，啊，人道的主观了，欢喜厌恶了，人道是这样，啊，不然我恨你恨得半死了，啊，不然啊，我绝对不放过你了，要从小就。听很多电影是这样演的啊，电影啊，啊，你再来学佛才说哦，原来这个都是啊，不能尽兴。像这个用财来讲，我说就用到刀口了啊，你能用到刀口啊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所以无主观，无欢喜厌恶，高低之别。啊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像这个钱呐、啊，要用在刀口了。啊，你几百亿、几百亿、几百亿，回家一毛也带不走，你还会不是佛事就不得了。第一次、哦。澎湖开天，很多人念佛来哪给你去看到佛，而且很多人念佛来能跟佛对应，啊，跟佛对应那么容易，你讲戒定慧就是可以，要守戒，啊，你说啊，他不是守戒，他出家了，那怎么办？他破戒。所以出家人呢一定要遵守，不然你破戒付出代价的嘞。啊，所以断各种情感爱意呢，因此啊，因此持戒为轮回之主因。哦，感情很重很多、哦，而且你看看感情中，我从小看到他好苦，他不快乐，那感情中我看。他没安全感就是感情了、啊、他在抓人了、啊、而且得失心重了啊，你说你要抓人抓得住吗？怎么可能抓得住？人心啊，给他这种讲啊，他也不能做主哦，很多啊，做修行啊，一定要舍家弃业，就像华藏们舍家弃业，行作沙门，号曰华藏。假如大家跟他啊，华藏比丘、阿弥陀一样，你们就赚到了。啊，所以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啊，无主观，无喜欢，无厌恶，高低之别。啊，这个啊，一名自然每一位众生都有自修佛心，是佛，也是尊重每一位众生，一直佛法，很棒。学佛好处是在你越来越灵敏，这是我给大众讲是这样的，越来越灵敏啊，所以断各种。情感爱意，因此现为轮回之主因。啊，常养慈悲智慧，心念包容，活在感恩之主所救不凡的日子，修行当如是。家人每天都是感恩感恩，啊，感恩不是污染，叫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，对人都礼敬。你说你不见心，绝对见心的啦。啊，像我们给他的主观好恶了，不好。啊，什么叫做好恶？为自己就是恶了，他也不懂。啊，说过的舍我无我舍身。啊，真正的舍啊。
啊，常养慈悲智慧心量包容。啊，相关大佛寺啊，全宇宙第一哦，全世界第一哦。啊，佛的赞助，啊，可以不要轮回，像轮回很苦哦，没人懂。假如你能够活在感恩知足、所戒不放的嘴里修行当如是，你不会被附体。不然现在给他附体很严重哦。啊，附体有的人看不出来他是附体。啊，所以活在感恩知足、所戒不放戒的日子里，啊。常养慈悲智慧心量，所以修行者当如是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在这个礼拜六的开始，非常重要。啊，只要你能够学佛，啊，感恩啊，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你不得了啊！啊。阿弥陀开始讲，对方对我们点点滴滴的帮助及恩情，当下有觉当啊，当下感恩，是为正向能量在启发。若能够增强感恩之强度，时时有觉，是为能够明以时时。这个话我也给他，你有感恩啊，你在身体一流的。啊，为什么你感恩会一流？你不生病，你身体就不生病了。我给大众讲要听。阿姐不老，啊，所以这个能够增强感恩之强度，实施有觉是为人民与实施。啊，像这个感恩好处在，你不会起烦恼，而且你心是清凉自在。晶莹剔透，像现在我看你们这几个小孩都是跟自己对自己下手了，啊，为什么对自己心里下手？不晓得这身体啊，啊，个性就要把你毒死，没人懂。啊，若对方对我们指出有偏不正，有干扰他人之行为。言语，当下文字有觉，当下感恩对方，而且这要这个人绝对完善了。来着，讲了他就哎呦，哦，我感恩你是真心的，你觉得人完善。啊，假设人家讲说啊，你的缺点缺点，啊，讲一下，你还恨他，你没有意义的啦。像大部分我在看都是很比较多，不理比较多，啊，我才不甩你，你要怎么我才不甩你。当下文字有觉，当下感恩对方，啊，因对方助我，啊，对方助我们知过改过，偏啊能转正，在这个要看自己啦。假如说你啊为着身体付出代价，啊，就是。不听人家的，自己有主观，但你也不能用。那这不能用在你给身体骗走了啦，啊，就像呢，他的这几个孩子都给身体骗走了，啊，身体一来他就变形，啊，身体变来形，哎呦，再像这种灵敏度，它是能见性的，不是众生进来你就这就动动，哪个身上没众生？要看你会不会啊，给他屈服，就是用心的 啊，是为啊互相状况之解除，更是要感恩啊。之后对此事放下，莫要牵挂。啊，是能平回归正道，是为能够明于时间。假这个是这样啊，佛在讲啊。这个人可以成功。
人体啊，我发现啊，看到的自我为大，我看人体很多啊，有时候我看他自以为的，我看看他，我觉得他好可怜，我不是认识他，认识他。在人体啊，我给很脆弱的啊，人体也在一口气不来，他就走了。而且人体啊，你没有看到，从小看到人体一部队神经病啊，人体一部队生病啊，人体一阵的部队，人体是百变的。那玄佛怎么样？不百变，宇宙等准则啊，一点都不能百变，你就赚到了。而且，假如说你玄佛能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我给他，你怎么会生病？没人知道的嘞。一大众讲佛在教我们了，我们大家都要学了。啊，学在感恩的世界里。而且我给人道讲，你们一定要听哦。人道没路哦，人道都在轮回哦，人道很苦哦。啊，像人家救人好不好救？很难救。啊，人道假如说啊，你要救人，看人家的缺点，你没有办法救的啦。啊，或者你看人家缺点，你自己就污染，你去救谁？很多人不懂的嘞。啊，假如你能够活在啊，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是有觉识之范。啊，若正向行为，语言及能量能持续而且融入生活中。啊，而互相行为啊，语言及啊能量接触不再分。真的，像我们现在讲话尖酸刻薄，以前我看很多。我这个你为什么一定要讲人家这么厉害？以前不懂。现在才知道，他也没人教育的。像人体的教育很重要，他没有啊，没有学佛不懂。像我们的感恩的啊，非常感恩佛啊，感恩能够闻到大法。真的啊，能闻到大法，给大众讲啊，而能互相行为语言之能量接触不再分，能提升身心灵的灵性啊，所使之能转念头行啊，使之感恩啊，佛在的感恩世界是为修行啊，能进及见性所具备之条件。没有人懂，感恩啊，能提升身心灵及灵性的品质。像这个身心灵啊，我也好好的给大众介绍一下。身就是身啊，啊心啊灵很重要。这身呢，你千万不要造业，还是破戒。你破戒，这身体你就不能用。啊，所以不学佛来讲，学佛的身很重要。啊，在这个心来讲，也非常重要。啊，心干净，心不动。啊，人家看人家不好，我们看好。啊，人家批评我们不批评。这心很重要。啊，只要你能够身心，啊，那你的。灵性的品质提升，像这个提升也给他叫做能量嘛，也叫智慧了。啊，能量不得了哎，他能做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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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做了就把它忘了。
人体呀、啊，啊，能够做人呐、啊，叫做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就好像常常啊，听到佛陀开始讲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现在你看，人生难得又闻到大法，啊，自己要去面对，我到底生活在这世间是干什么？像这个生活在世间，很多人一口气不来就走了，啊，完全都不能做主的嘞。假如你能够啊，真心地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啊，人民与时事，那你给大众讲啊，你要尽心就容易。啊，像给大众讲，现在时间不够的嘞。啊，为什么时间不够啊？你看看，啊，早上现在中午，一下晚上了。假如你能积极啊，为众，啊，帮助人破迷开悟，你就不得了了。啊。说活在感恩世界是为修行，能够进行见性，做具备条件，哪一啊样都感恩。这个就是佛法的教学了。人家不好装好，人家不好装好，啊，装装装装，就把自己啊给大众讲啊见性了。人体很棒的嘞，啊，人体它有零污染，啊，零污染大家听不懂，没有念头了，你没有念头你就不会累了，啊，你有念头你会很累哦，啊，为什么？大部分念头也是为自己啊，他也不懂，啊，你能够无念。啊，那么我们从那么我们从五年练五年五年的练，啊，而且懂得感恩最重要，学佛了，啊，感恩在这世界里，你也就赚到了，人体很棒的嘞，而且在相关大佛寺会给比丘、不丘、侍众的，你们要。啊，升起知足、满足、欢喜、笑容，啊，因感恩之心是自古暖流，感恩就跟着佛在一起。而且现在孩子好可怜哦，啊，跟着佛他还不真心啊，你说他是不是愚痴啊？啊，跟着佛要真心哦，人到没路的嘞。啊，要能感恩啊，能贯穿全身细胞、五脏六腑、血液及经脉，啊，乃至元气在护体中是最莫属。你现在看到某护体，啊，啊，人的护体，我觉得好像很平常、很可怕的，没人懂。啊，大部分身体就是傀儡了。你说这事情是不是很严重？像这个佛法的教育啊，假如你还是不清楚，其实都是害你，不是害谁。啊，人体很棒的嘞。啊，说懂得啊，乃因感恩之心之暖流，能贯穿全身细胞、五脏六血液，而且。经脉都是重力，像我们说你啊，那皮肤、毛细孔都是没人懂啊，所以我们啊，净土叫心法，用这个心啊来带动啊，带什么纯净纯善啊，乃至圆净在主护体众生及魔众。
扫除大家非安之心及心上的尘垢。像佛在讲，就知道那些假身啊，一定要去面对的。啊，假如你的假身啊，身体不能去面对，你就输掉了。所以给予啊，啊，贫乏无力的细胞及讨债，啊，讨债报应的众生能量及光，就好像人家要来报仇，人家一直做好事，他不会报仇的。假如说你今天很跋扈，啊，个性很难，我干很快。哦，我现在看到世界人好不好救，很难救，非常难救。啊，为什么世界难救？世界人很自私，啊，不知道量能量量重了。啊，你自私就把自己一毁了。像我们相关的啊，能救一个算一个。啊，假如你正向行为啊，啊，语言及业，啊，你赚到了。人体啊，啊，它是高科技的。在我们啊，听经啊，文化主要扫除大家非暗之心及心上的尘埃。这句话大家听不懂，就好像人道来讲啊，我给大众讲，它是一个假象，就好像大家在一起啊，死掉了，这里就没有了。人道是很脆弱啊，一个大公司来说啊，那个人今天没有来，他往生了，走了。这是小事，人家也不会去留恋啊。几天念一念呢，隔几天就忘记了。就好像海淀在这里很久了，啊，走了，大家也不会去念他，还在忘记。哎呦，人道很可怜的啦。啊，假如你能够能平回归正道。人民死死啊，活在感恩世界里，啊，扫除大家非暗之心及心脏的尘埃，给予啊贫乏无力细胞，讨债抱怨的众生能量光，你看你就不生病了。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，我要给你讲，里面身体自己要去调啊，里面都是你的众生的。啊，人家要讲你现在重症的从你身上出来在讲话，你不懂。是啊，你那几个都是你重症出来讲话，而且你有没有看到佛给你开始？那很珍贵哦。很多人不懂。啊，说活在感恩世界里，啊，即是活在慈悲。智慧的世界中，真的啊，慈悲，慈悲，再慈悲啊，越慈悲越有智慧。啊，所以佛所行事，名不梦化，天下猴孙，日月清风。啊，风雨兮，灾力不息。所以说。佛以无缘大智通体大悲了，知大愿啊，指引众生离苦得乐啊，所以佛所行之处啊，佛法在实行和传播，无论是国家还是村落，都能够弘扬佛法，宣扬法音，教化人心，为众生呢、啊、带来改变生命力量。恢复身心的纯净，听经是这样，很重要啊！我们要明白，每个人都具备佛性，都有潜力达到智慧和德行啊！人家看好就可以了，什么都看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
你就突破了，啊，只能够放下，啊，这个妄想，每位修行者修行，啊，当从基础做起，首先要，啊，像我们的向佛佛事实上起心不杂，修持专业，哦，这很重要，这叫做三福啊。很重要，啊，接受佛法教育，啊，持守戒律，与他人相处，啊，持守戒律，与他人相处时，唯有的一举一动要有规矩，这个规矩帮助自己提升，这提升的是自己帮助社会一切大众，啊，觉悟，这也是利他，自己利他。很棒的啊，发菩提心是更高层的修行。我们不仅要修自己，也要利众生。当我们身心因果明白善恶，啊，更加谨慎读诵啊佛经，劝勉他人行善。不仅能够让自己受益，也让更多人受益。啊，你要救人才是救自己的，你不救人救不了自己的。像佛法的教育，假如普遍的全世界，人道就有救了。啊，假如你今天呢，啊，没有佛法，人道大部分都生老病死，而且负债，像这个负债大家听不懂啊、哦。像我们要佛教就是啊守戒，你这身体就很好用。假如说你今天呢 啊没有听听我没有守戒破戒，哦，这事情严重哦。你要付出的代价都大了。啊，修持戒律，心存仁慈，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和，啊，而且自然环境平等，天下好人追求，风雨再离不弃。啊，所以行善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将佛音啊，广到更远之处，在更远好像在这边要超度了。像我的操作，你看，地球东西南北上下，啊，宇宙东西南北上下，啊，银河系东西南北上下，我这无孔不入，在天外天、邪魔外道，在异类天，啊，在科技魔，哦，科技魔最多，啊，科技啊，你看手机魔啦，啊，网络魔，啊，科技的魔一堆有，像现在人体啊。我发现要见性很难，啊，大部分都是科技给害死，很可怜的，啊，那这个他也不懂，孩子也不懂，他往里会上瘾，啊，你才看到在华会，他是这样，就是身上在掉，他样子是这样的。啊，他到底知不知道？他知道也改不了啊，他上瘾，像那个吸大麻一样，好可怜。啊，那这怎么办？他不改，只有说罢了，我们无能为力。像在相关大佛寺，不管比丘、不丘、师中戒，我们都已经介绍了。啊，自己一定要知道，不能破戒。啊，假如你一直破戒，一直破戒啊，你这身体就破洞、破洞、破洞、破洞。我家听得到，每个身体都有洞，严重哦，这事情啊非常严重。那谁还当然是自己啊？啊，所以接受佛的教诲，从而脱离的痛苦。啊，当我们行。上积德，修持戒律，心存仁慈，社会就变得更加好。你们看看，
今天义祖他也三年才出来，他本来做这空间的东西，要替人想啊。假如你能够什么事情都替人家想，哎，不起烦恼，你就把自己赚到了。啊，说自然环境平和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风，风雨时在理不行，国风民本够用。啊，说佛教导众生如真正离苦得乐。啊，阿弥陀佛，无量慈悲的智慧，无条件的慈护所有众生。你要跟他心同样，才有办法的嘞。阿弥陀佛，你心一样，佛一样，不能帮助。假设你进来学佛有好处，外面学佛就没有啦。这意思是一样，啊，所以啊，用善行教化众生，或以身教示范，啊，善行教化众生。这个修行应当学习佛精神，爱以善行对待一切，啊，积极修行成佛，很重要。像现在人体啊，它非常珍贵，它不要外来科技，它是身体科技。很多人不懂啊，在我们的听经文化啊，一定要遵守，很重要啊。所以离苦得乐，达到究竟解脱啊，在末法时期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啊，经典早已预期现代人变得虚伪，不学佛，行为不端。面对这种，我们要以佛经去修行，将佛法智慧传递。像我们这里就是在传递佛法，很简单，六字洪名啊，改心改念头，纯净纯善，就把自己救起来，很简单的啦。而且智慧如海啊。所以给大众讲，智慧增长，将佛法传递给更多人，你的功德很大。这功德很大，我给他，比如说你救一个，对不对？这你救十个，也救你救一百个，你救一千个，你救，那你功德就不得了。而且现在跟佛在操作，它是非常快，像我在操作很快，啊，速度很快，啊，念头一到，它就到。他不是像人家说仙人要飞很久，我们不用这个就是高科技啊，看你要不要学，很棒的啊。所以愿众生能够依佛法修行，不要违反智慧正常，将佛法传递更多人啊，传承佛法净化人心啊，离苦得乐，让我们共同努力达到究竟安啊。所以这个在末法时期社会问题严重哦，要看人啊。像我们学佛就说哦，这社会很严重哦，因为我们在净化啊，外面在污染，外面你越污染人家越看不见，或者太污染怎么看得见啊。而且这污染啊，我告诉你，这是非常严重的护体，护体非常严重的，没有人懂得嘞。啊，说末法时期啊，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，学佛行为不断，面对这个问题，我们要依啊佛经法啊经法修行，将佛法智慧传递给他人，这样才能真正离苦得乐，帮助人呐、啊。帮助人很重要，像我们现在就是在帮助人，那不帮助谁啊？像你们想要学这大功夫，我们高兴的不得了。现在就克服这个性了，你现在要克服了啊，因为你才瞬间不像你，几岁都污染，不是你，也不懂啊，
像这个不懂，我觉得这个好，这个坏，这个好，这个坏，人生就是这样在走，有没有道理？也不晓得，只能看好，不能看坏。啊，祝愿众生能够依教修行，不违犯，智慧增长，将佛法传递更多人。啊，传递佛法，净化人心，离苦得乐，让我们共同努力达到究竟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佛法的传承啊是非常重要。啊，只要你能够传承了、啊，我给大众讲，你就赚了。啊，它是高科技的。现在你们也知道这传承啊，啊，愿众生能够依教。佛法啊，这个不要违犯，而且违犯也是害自己。智慧增长，将佛法传递给更多人，啊，传递佛法，净化人心。像现在这个佛法传递是救人，啊，救人不老不病，灵性不死，全世界第一的嘞。像现在我们也给大众讲，你们觉得人体叫做傀儡啊？你看叫他笑，他就是不笑啊，他就好像给人家控制一样，他都不笑。哎呦，很可怜的嘞。像你在文化会啊，才看得见佛祖法，有的人都不行。那很多人会说，佛祖法不行，为什么？佛是平等。啊，你这念头把众生找来，佛无能为力。佛是平等，佛是宇宙中的遵行者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自己一定要自量。很严重的都是自己害自己哦。像我昨天问他，你一定要自己打自己吗？你一定要自己害自己吗？他不能骗人的，所以喜笑学佛修行，华喜充满笑而颜开，佛舍假我见真我，是为自信无价啊无价宝，一事无事啊全奉献，只愿众生能离苦，这就是真正的佛法了。像我昨天讲在操作，操得很开心，啊，整个空间哇，紫磨真金色。漂亮不得了，一直唱唱啊，所以众生大悟与弥陀了，佛已开示啊，解众愿啊，众生大行与诸佛化身超度化解众，这个好像大家你讲我教你们化身啊，你讲一直推啊，一直飞一直飞啊，佛就一直解佛，灵性啊。千百亿千百亿的嘞，很多人不懂哦，就这么简单的，做众生啊，法身超度化解愿，众生的殊胜法缘现，得入相关啊净啊这个佛净土，人体好棒哦。啊，所以我的涵养诸佛子啊，孕育啊，佛子成佛道。呀，假如你听话，把自己身放下，很快，没有自己感觉就很快。假如你身感很多，呦，啊，你没看到在法会他眼睛这样，他在找东西，找东西就是他在空间找东西。我看的时候是笑死。啊，这个好像他听不懂，他看到幻化的幻化，他也看得见的，对不对？幻化你常常看得见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他看得见，他就被人家抓走了。像现在，我也给全世界人讲，
在你面前看不见，不要动，定力在你面前看不懂，你就就钱，要听我的。像以前呢，很久了，我学佛就跟着张师兄打坐，我能看着整片呢、非常美。我不要马上站，开始我都不打坐，我不打坐了，因为现在我跟你讲，像我们身体就是骗人，有没有？我们的静也是骗人，我每天生活也是骗人，不要搞这搞。搞个劲，生发起你就被抓了，他就是被抓奸了，他看着喜欢就抓了，啊，看我看我看，不是我都不要，你才能见性哦。现在这劲很多了，眼睛该看很多的嘞，啊，你要看到意念，意念是一个田字下面一个弓啊，那意念，他样子是眼睛长在这里，啊，一个上这里。啊，你一看你会吓死哦！异类，异类，他为什么也？他就要给你看，这很难看啊！耳朵，耳朵长在这里，你说你说，呀，你哪看了、啊？你会啊？看的恐怖，我不会觉得恐怖，因为这个东西他喜欢异类、异形啊！你不晓得空间很复杂、哦、啊！你要有定力啦、啊！啊！看我看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还在什么样子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什么都不要去管。像你看，全世界没人把你教得这么清楚，啊，你要看净就输掉，安全净，我看你灵就被抓了，因为他是方法，为什么方法？他吸引你的灵呢？没有人懂的嘞。今天啊，我看了一只鹦鹉，好漂亮，嘴巴红的，啊，身上白的，这么大一只，就在我屋顶那里。你才知道我们这里很多鸟很漂亮啊，所以啊，给大众讲，修佛很棒，就是空间打开，你看了很多了。啊，要不要去看？不要理他，不能动心呐、啊，动心就输掉。所以佛地行养诸佛子，啊，孕育。佛子成佛道，佛子遥然与相关，啊，众生喜笑与弥陀，念佛入喜也与相关，相关道佛是不得了。说佛已开示智具宝，弥陀心语无尽矣。啊，心开意解之真相呢？原来世间是虚妄。像我们我为着身体，你看生老病死在医院开刀，哎呦好苦、哦、啊！为什么他开刀又开刀？我看到很多念头不善，所以我给全世界讲，你念头要善才不会生老病死，一定要想好不想坏。人体没那么简单的啦，啊，人家看好看好，没有一点坏，你就把自己给救了。啊，所以缘起缘灭无常中，生老病死苦难当，啊，却是轮回众生相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跟着阿弥陀佛、啊，每天有发心，啊，做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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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能救一个算一个。这是佛法啦，啊，你说就是容不容？很容易啊，我教你们的、啊，就好像现在阿珍在上面听经，我就教你走路念佛，就是超度了。啊，你晒衣服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啪啪啪，上去，阿弥陀佛，这不是阿弥陀佛很多，这也是佛号啊，有没有道理？要看你会不会用，有没有道理？啊，说佛已开示智之宝，阿弥陀心语无尽意。啊，众生啊，喜欢阿弥陀，说心开意解之真相，原来世间是虚妄。所以缘起缘灭，啊，无常，
像能不能死死就不能死，人家不理你啊！我在讲，你们一定要听啊！你要学一个，你看，好，人这个人死掉，人家忘记了，那是不是很像乐事？有没有道理？你们现在知道自己身体很珍贵哦，不能死，所以心该一节知真相，原来世间是虚妄。啊，缘起缘灭无常中呢，生老病死苦难当，确实轮回众生相。现在好像大家听不懂哦，你这一条我要给你介绍，你以后才会讲经。生老病死啊，苦难当，有没有的？确实轮回众生相，听到没有？就是你要佛法教育，假不是你造了业，生老病死现前，而且轮回啊很苦啊。看你去哪一道，非常苦的啊！说真孝能逢弥陀来，清净求法入相观，此事是为最后事，那你就赚到。啊，不是救众生，谁要在这里累死人呢？没有人懂。啊，说弥陀金光洒天际，眼开得见天瑞现，是为直摩金色身，众生见己心欢喜。那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看得见，就好像华学那时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看得见？我看不见。”华学刚我照相时，他就讲：“你看我修都看得见，有道理。”啊，华仙家想个济公里的，从开始我照还是早上照，好多东西你就把它抓出来，你就赚到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啊，弥陀金光洒天际，眼开得见天瑞现。啊，是为直摩金色身，众生见景心喜欢喜笑。爱啊，因为此时西方天，现在是西方天呐，真的很美的嘞。啊，说渐渐树在啊，鼻闻香，西方之师先前观。非常棒，啊！说四众弟子心喜笑，用这是为最好事。啊，法会超度啊，众喜笑，见得弥陀佛光照。啊，灵苦瞬间的解脱了，弥陀见灵。像现在我也给南无阿弥陀介绍一下，你们才知道南无阿弥陀的伟大。像我们啊人体来讲啊，啊，它时间很短。我说一百岁才三万六千天，而且我们人也活不到三万六千天了，样子就变形。可是我告诉你哦，一个很严重的东西临出来，啊。你不是念佛没去西方，它是整个宇宙、整个银河系啊、整个外太空，你都可以有的。要看你的，而且没有定处，很苦。像啊，我和南无阿弥陀在第四品、第五品有没有？啊，问他的老师来讲，啊，要怎么是修学？他老师就教他自己啊。啊，怎么去想，怎么去帮助人？像这个东西，我就学这个了。所以现在只要众生怎么，我就开始开导。啊，这个自己去找，真的，就是自己要去发挥的。假如无量寿经你会念，啊，第五品很棒的。而且你看，华藏比丘谦虚谦卑哦。啊，他的老师
世间自在王如来所教的、啊、就是说你自己这身体自己要去发心了、啊、发愿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。所以法会超度啊，众喜笑，见得弥陀光佛光照啊，宁苦瞬间的解脱啊，弥陀接引念啊，念佛众得往西方极乐国，一超众人如人天。这好像大家听不懂啊，为什么一大杯的没有到西方？里面念佛去不了西方呐、啊，所以有的人很苦啊，看到光白光走了，看到黄光走了，金光是西方的，大部分都是人天比较多了。没人懂了啊，这就是啊，皆大欢喜相观。所以我开始啊，啊自具法，弥陀心语啊，无尽意。所以给大众讲哦，能闻到大法，跟着阿弥陀佛听话，你就见行了啊，灵有出口了，本来灵没出口，那都在轮回，而且现在你们看不见，看它的空间不同了啊，一个人空间，空间有空间，空间空间有空间，很多的嘞啊，是皆大欢喜与相观。真正的给他人道，这个身体非常珍贵哦。啊，这个珍贵也给大众讲，就是真功夫了。只要你能转，那是真功夫哦。啊，阿弥陀开始讲，转身行为做好，转言语说好，哎，这里你们都要学，这很重要。啊，转念头为想好，看好，转坏为好，转恶为善，转负面为正面，转冲突为平衡，这个就是真功夫了。啊，你那个转，啊。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嘞！啊，转什么？什么都好，看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很棒哦！向全世界啊，我给大众讲，善善就在相观大菩萨啊，第一善善。救人道的非常重要啊！你看在这里啊，人道没有路的嘞，来到贵宝地啊，叫你做好、说好、想好、看好啊，为善。像人道来讲，很自私的嘞，都是为自己，好苦、哦、所以我们闻到大法，佛讲什么一定要改哦。啊，转身行为做好，啊，转言语为说好，啊，转念头为想好、看好，啊，转坏为好，转恶为善，啊，转负面为正面，转。啊，冲突为平衡，在相观大菩萨，我不准人家冲突的。啊，有时候进去给我讲谁谁谁，我说你走吧，你只要觉得看他不起他，你就走。这里说在救人，
他就熟悉了。哪个地方没缺点啊？哪个人没有缺点？你说呢？都要教育，有没有？你没有教育，你不慈悲，那你就走吧。这样不要讲说，你看看我在仙翁座做最多，啊，好像没有你会死，那你大错特错了。你只要造业，就把你给毒死了。啊，在佛的面前明知故犯，那你是把自己毒死。转矛盾为清明，啊，转迷惑不明啊为清净明白。啊，像我们这里占的最便宜就是不懂可以问佛。像我也给你们大众讲，佛语给你们开示啊，你们要珍贵哦。就好像蔡婷婷抄了20章，每个佛语啊，你就把它打起来，你好好的看看，你问题就出在那里。啊，假如你能够改，那就不得了，你就见性了。他每一句佛都给你讲得清楚，你问题是在哪里。像我也给卓叔林讲过，他就能做到，那就不得了。啊，像我们人体啊，我给他这不是学佛，就像傀儡啊，你们感觉是傀儡啊，你要学佛就不是傀儡了。啊，所以现在佛在教你，都是教你啊改，啊，你一百一百的改，你就赚到，就转矛盾为清明，转迷惑不明为清净明白，啊，转贪欲为喜舍，喜舍，啊，转嗔怒为慈悲。像这个毛病，时间都有，啊，贪啦、啊，嗔啦、啊，痴啦、啊，愚痴啦、啊，傲慢。啊，你看到他的阿妈说：“哦，这事情严重。”你开始附体了，还严重的嘞。啊，说转贪为喜舍，啊，转嗔怒为慈悲，啊，转愚痴为智慧，转傲慢啊为谦虚谦卑，转有余不幸啊为不余啊且行。像现在不要讲说，哎。到底是真的假的啊，人体不能骗人的啦，尤其人体的能量它不是这么简单啊，人家一不小心人家就给你抓走了啊，转贪财为布施，转贪财为戒色啊，转贪名为隐名，转贪食为养生气温宝啊，气温宝很重要，它没有负担啊。转贪睡为养生，足够即可，就要这样睡下来起来，看你啊，真的。啊，修行夜眠不超过2小时，4个小时。啊，这释迦牟尼啊，你以前修行是这样的。啊，能够修行者夜眠不超过4小时，转的功以戒以定慧，先转此心，由心带领啊，生于灵入境上。啊，自见心成就，然后才能够啊助众生成就。向来相公大佛说：“你要找比丘，比丘尼，你没有功夫，你怎么救人？”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像现在佛在自己也是众生之一啦。你看你转啊转转转转，突破。其实突破很简单。见性也简单，可能我们这里很难想不通。像你们啊，个性不改啊，
只有把死路一条了，因为人只有一条命，好可惜呀、所以自己是众生之一，而轮转自己，等于轮转生产无量无边众生。啊，细胞五脏六腑，筋骨毛发，啊，神经啊，血管肌啊，体内无数空间的数量，你看看这里很可怕，身体都是附体，没有一样不附体。而且看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小，干巴巴的啊？你看它附体几个地球，才知道空间，空间有空间，空间有空间，非常多啊！所以五脏六腑、筋骨啊、毛发啊、神经血管及血液无数的空间，无数众生念身类，无数众生能念佛。就好像现在啊，冤亲在这里，身体要不要不要怕？你现在跟着佛转心，这里心的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每天都阿弥陀佛，他就睡着了，说自己也是众生之一啊，能转自己等于能转身上无量无边众生，很辛苦了。像你们现在没有看到，你看走一趟外面，还是到越南市场，每个人很辛苦。很苦啊，他也没有佛法，也不知道苦。像我们知道佛法才知道啊，我们赚到了啊。所以细胞五脏六腑、筋骨毛发、神经血管及体内无数空间、无数种啊，念身类无数众生的念佛啊，有身体主灵带领，全身细胞、全身众生念佛，是为全身细胞是净化。心呢，像我们讲说是心法，心改了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都没东西，就一个心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就这个心，你就赚到了，啊，你就翻页了。啊，说全身细胞及净化，啊，全身众生的灵性提升，啊，身心灵转进转善，再转入纯净纯善，更是专业精进之事，真的。啊，假如你无量寿经了，那到时候才会很欢喜呀、表示你是有福报的人。啊，这无量寿经不得了嘞，而且你可以跟无量寿经第五品学，很多人不懂。啊。像这个第五品很棒的，啊，这个自心啊精进第五，啊，所以看这个第五品，啊，你们要好好的修行啊。像我就是跟他学的，华藏比丘说此偈，而白佛言：我今为菩萨道，以发无上正觉之心，祈愿作佛，悉令如佛。愿佛为我广宣经法，我当奉旨如法修行。像这个我也给大众讲，你们来不学佛来讲，佛在讲你要照着依教奉如法修行啊，啊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，速成无上正等正觉，依令我作佛之智慧光明所居国土啊，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愿为软动来生我国悉作菩萨，啊，我立誓愿，啊，都生无数诸佛国土，啊，令佛可我。他是给他的师父啊，世间自在往外讲的。
啊，他的老师时间是在王瑞就讲了极为华章，我说经验你们要听就是在这一段啊，比如大海一人斗两，经历结束像个穷举啊，这个人有自行求道，精进不止非常可观。你说你一天练三步几步，你有没有了解这个啊？何怨不夺如智思维啊，他叫你就这一段如智思维修和方便啊，能成就华沙庄严，如所修行如智当智清净佛。老师就给他讲你要发愿啊，你不发愿啊，怎么能可能寸草级的时间啊，做如音之色。所以华藏白眼 啊他讲一下四意红尘这句话就很重要，回我境界，我愿如来应证遍知，广言诸佛无量妙沙，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行十方水，这个就你们要听哦。那现在你们在这世间有没有看到菜市场也走过对不对，大地也走过对不对，人都走过对，就好像世间自在王流啊，自己高明啊，自愿这个自己高明啊，自愿身广即为宣说211座沙土，这个好像你听不懂啊，200人看到人每一个人的问题啊，每个人问题啊，什么的问题啊，你要怎么能够帮助他？那人道好不好帮助？现在人道麻烦就是附体多了，像他就附体多了。啊啊，灵性啊，你看他创造几个世界，而且现在你不要看华藏比丘啊，阿弥陀佛，创造几个世界，你看他已经在这银河系，像我们刚进来没多久，银河系超度很多，哦，超很多，宇宙也是，宇宙和现大，最大就是宇宙，那我们是宇宙里面的一点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一小点点小点而已啦，在地球了。啊啊，你看这宇宙这么大，都是灵，都是鬼。啊啊，他现在问题是要救你是灵，鬼对不对？可是灵的发愿就比如是身体的发愿，在身体就是五脏六要发愿，真正的发愿啊，头顶跟脚要真正的正，才有办法啊救人的来。没有人知道的嘞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宣说211啊，做插图就是人道了，人道的心呢。啊，像呢，大部分死掉都轮回做灵啊。人体很苦，现在第五品了，你只要能够学到，你就不得了。真的，这第五品很棒，修行啊，要自己啊去发挥。啊，全身众生灵性之提升，身心灵转进转上。再转入纯净纯善，更是转业见性时。一点恶念都不行哦，你再有恶念，众生就来了。啊，所以在这个，所以在这个，啊，这个《无量寿经》讲的是天下和顺。啊，你看西方就天下说日月啊，这个给大众讲日月清风啊，对我们这个相给大众讲啊，对你在修行啊很重要。佛法的教育啊，人心啊，人心啊能改，
锻炼自己就是专业了。啊，人心怎么改？不自私就是改了。说阿弥陀佛以无量的智慧给你，佛光普照，带来无尽的光明，啊，遍及无量世界，啊，并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啊，其实度无量无边众生容不容易？很容易，真心就容易了。啊，普及无量无边的众生，遍及无量世界，普度无量无边众生，所以众生心清净，国土也清净。啊，这个净土教育的目的是教化人心，啊，从学德行、身心修养开始。所见小红红石市场，慈心不杀修十三业，啊，即是说三皈依，遵守各种戒律，不妨啊，唯一再度发菩提心。像这个戒律很重要，戒律非常重要，真的。啊。读诵大乘经典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劝导修行人能做到十一条，就能够实现天下无事，人心顺可以啊。啊，给大众讲，人体呀、啊，啊，要从小教育啊，好教。像人体，假如你污染很厉害，啊，你要有大恒心才能教，就好像他的恶力气你把它打掉，还看不好打掉，都能够打掉才能觉醒。像大部分人体都是傀儡啦，没有人懂。啊，每个人皆有佛性，通过修行持戒行善，啊，积德利益，身心因果，不造恶业，从自我改变开始，得以影响多少。啊，这好像说，哎，你不一样了，啊，我学佛，你就要把人给救了。人道不同。啊，像我们现在人道最败笔，就贪嗔痴慢疑财色名食睡，啊，七情无义。像我们现在跟着佛啊，赶快改哦，改的好准，你不生病，真的。啊，从心出发，以善心善行改变自己。好，我们来看礼拜六的艺术的脉结合。啊，我今天念佛等待这一刻来临，时间一到说，啊，华生立刻牵着我的手，啊，和他其他59位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像个做梦一样，全都呆住了，忘了要赶快拜佛，答谢佛恩，啊。现在我们用最沉静的心感恩我佛慈悲，感恩佛慈悲。我是麦杰和，我是人生在旅程多少次的悬啊峰悬路转之后，才终于走上啊笔直的大道。在那段不安的生活里，我没有看见自己错误，直到我生命中出现一个导师，啊。将我的命运彻底翻转。从小我也没见过自己亲生父母，是被收养小孩。我的养父养母其实也不是什么有钱人，但是他们就是生不出孩子，才会收养我，将我当作是他的孩子一样照顾。养父和养母收养我的时候，我是刚出生不到3周的婴孩。所以一般孩子在这小就被收养，大概都会将养父养母当作是自己亲生父母，但是我不是如此。
我一直都能够感觉啊，我养母养母不是我亲生母，所以一直到十岁，我都非常难带孩子，个性叛逆，我心里有恨，那股恨进来就是从我亲生父母决定将我丢下之后，我心就开始出现恨意，我恨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丢下，即使我能够知道他们过得很不幸福，从我在他肚子里我就感觉他过得很苦，总是不快乐，母亲也经常啊割了肚皮对我说诉说他的苦，我的心里全都能够听清楚他听啊，清楚他听啊，你听知道他是很苦命的女人啊，但假如说你认识佛就没有苦命啊，人家有没有苦才不会，现在苦都是自己找，哪会苦啊，啊贪心就苦了，知道他是一个很苦命的，但是当他决定抛下我那个，我自然反应就是恨，因为我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看他一样，感受给我母亲，他感受他给我的母爱温暖，他竟然就这样狠心丢下我。啊，心而灵带着恨意的我其实过得很苦，我没把我像一般孩子那样天真快乐大小，爱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的灵特别灵敏，包括我身体也是，特别是对于不同的空间觉察感受，我都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，所以我的身体容易被不同的空间灵靠近，那让我整个成长过程都是非常辛苦，经常受到干扰，出现不稳定状态。养母员不太清楚我身体体质啊，直接我是一个非常难照顾孩子，应该是的，哭闹呕吐，脸色发青。到了三岁以后，开始容易闹脾气，但很多时候都不是我的意思，我也止不住这样行为，让养母非常气愤。他们经常在我背后抱怨，说他们找错孩子，找到我这样的难照顾。虽然这话他们从来也没有在我面前说给我听，但我灵敏度极高的我，其实不用听他说，心里感觉到，养母一直养到我十岁，他们对我的教育方式就是打和骂，所以我是一个被打被骂十岁孩子，内心其实很受伤。十岁我虽然年纪还不算大，但是我已经开始出现各种恶性行为，加上对亲生父母的恨意，更让我行为变异，总是做些不规矩或令人厌恶举动，养母再也受不了我，他们透过各种方式想将我推出去，不要再继续养我。我知道他们找了很多认识的人啊，寻找想要收养我的人，最后就在我将在十一岁那年，一天有人决定将我带回家照顾，我就被养父母赶出家门，来自我愿意照顾的家中，她是一位老奶奶。从我第一眼见到老奶奶，就对老奶奶感到敬畏，但又莫名的有一种亲切感。老奶奶没有开口说话，看起来也是非常严肃的模样，令我有些畏惧。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人，没想到遇到这个老奶奶，我竟然打从心里升起的畏惧心，所以不敢轻易地做出啊，之前那种不合规矩的行为。我在奶奶家中整整一年时间，她从来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但是她会用她的方法让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，如果我没有啊时间内去做，她眼神立刻会让我知道我错。我相当害怕看到她的眼神，所以我每天都会乖乖去做我该做事，那每天要我做的事就是用我自己力量去推，啊，推，啊，推一颗比我还高大的石头，那石头非常大，我一个人根本推不动，就算大人来，啊，推它，
啊，也绝对推不动，但是当然要我每天去推，直到那一块石头被我推动那一天才停下来。很多人每天都看我在那做这件事，都觉得非常愚痴。真正推了那个大石半年时间，那个大石连移动一点都没有，就在半年后一个夏天，啊，关键外面突然下起非常大的雷，隔天一早外头到处都是被大雨破坏过惨状，就连那颗大石头竟然也被啊雷电劈了两半。我就跑回去告奶奶，奶奶几乎是早就知道这样的结果，她第一次开口对我说，你的个性就像那块大石头了一样的顽固刚硬，啊，怎么推动推不动，人家怎么说你不听，啊，可看见最后的下场。如果那颗石头早被你推动一公尺，它今天就不会被这个雷箭给劈成两半，啊，自己的个性最后会将你害成这样，你应该已经知道，所以该好了。现在是不是要听话改变？那老来这番，我在脑子里呀、回荡好久，因为从来没人这样教过，好像突然醒过来一样。那时候我可以感觉自己变得不一样，我没有以前的强硬，啊，也没有，也少了很多自己的主观想法。也是老奶和那个大叔对我的教育，每当我的心呢、强硬固执的时候，就会立刻想到那个大叔的样子，一样水货大叔的惨状。当这么想啊，我的心就瞬间软化下来，啊，不再坚持自己想法与感受了。老奶没有因此放过我，他要每天都去找十个人或植物啊，或动物或任何东西，然后对他们说感恩，并且要让他们知道我为什么感恩他们。但我已经知道每天都要做这个事啊。第一个浮现脑子里想法是我需要感恩水嘛，所以每天一早起来我就开始想要感恩水，这时候从来都不会去想过问题，觉得老奶奶做了一个大难题给我，我是就开始感恩吃了第一口美味早餐，先感恩老奶奶煮早餐给我吃，然后感恩我碗里的饭菜让我吃着那美味，也感恩我的筷子啊不用手抓，感恩我的碗让可以啊装满饭，吃完饭后走出家门准备去买家里要用的日用品，看着外面下雨，我就想到啊，感恩手上雨伞让我不用淋雨，走在街上我感觉有人看见我东西就帮我捡，感恩街上的辛苦拍卖啊摊贩啊这个啊卖东西给我，走过路旁看见一朵美丽野花，我也感恩这个野花美丽让我心欢喜，一整天下我心里就充满感恩，阿庄觉得我的世界好像变得非常美好，那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。在这不知不觉当中，我身心灵呢恨咬将慢慢减弱。好，奶奶看见我明显的转变一天，还带我去一个地方，我跟奶奶生病，不晓得她要到我家来。我来一间朴实的、整洁的木屋前，然后打开木屋前，我跟她走进木屋里面，看躺了一个生病妇女，当下瞪大眼睛看那位妇女，我看见她，我立马感觉立刻知道这位妇女就是我的亲生母亲，而这老奶奶就是我的外婆。啊，亲生母亲之所以抛下，是因为她得了不治之症。样子看起来很痛苦，但是在看到我时，张璐他多年啊未有笑容，他说他很开心，
十五啊。啊，我所有很全放下，心变得开了快乐。谈完之后，每天跟着外婆教导我学很多，特别是看天下，每天外婆都请我到外面学习，看天下怎样，天下一变就会啊，考我那个什么意思？天上有灵明度的，我很快就能感觉。好几次啊，真的都被我说对。啊，26岁那清晨，我突然看见天下一变，我的啊感应非常多。而且这次法门看得清楚，知道大灾难将来临啊！我静下来用我的感觉能力去观察到底发生什么。当我一看，原来灾难不是凭空无故作起，而是我们村上人心变，阿村里变得贪婪，变得自私，和以前大家啊父爱样子完全不一样。就是因为这样私心，才让啊这个难题啊，为了让灾难啊不要发生，我决定要成就那带动大家，影响大家选择奉献自己啊，将自己全然无私的奉献，整个村妇的每个人，所以呢哪里需要我帮忙，我是啊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带动村里改变。我都努力去做，每一天呢、啊，忙出啊，忙进忙出，就为了改变村民。我也知道人心要改变不容易，但我不放弃，还是尽量。啊，在我全心希望大家都能改变的机会。一天一个妇人的小孩掉进水里，当时我知道村民都赶去现场，没有人敢跳下去救，啊，跳下去救，眼睁睁看着孩子。摸了当我一感到什么都没有，想就跳进去，水流啊湍急，我是全力啊往前游，终于让我抓住小孩子。过上几次就快被冲，我如今坚持一定要救那孩子，即使一时牺牲生命我也愿意。最后孩子被我成功救上，我自己身体也因为受了伤啊，受不少伤，那都无碍，重要是。孩子平安，经过这件事，我村中人对我多了一份尊重了。他们知道我是真心无助奉献自己，我努力开始啊改变大家，慢慢开始有些人也一起站出来话语，希望大家拿出自己真心，将彼此当作一家人，放下私心，放下对我自我保护啊，打造一个无私大爱村子。我努力的宣扬，努力的。啊，倡导带来大家一同改变，啊，还好我的村民都有，啊，都还像单纯，在我的引导、真实行动下，大家真的慢慢放下私心，啊，学习了真诚面对了彼此，啊，互相扶持，啊，互相帮助，全村，啊，全村互相有爱，甚至我在村中。最后，啊，来，最后，这甚至我在村子到后来，啊，积极的发挥力量，帮助村，啊，倡导，带着大家一种改变，啊，还好，我的村民都还算单纯，在我引导、珍惜，大家真的慢慢放下私心，学习真诚面对彼此，互相扶持，互相帮助。全村互相有爱，甚至我整个村子后来积极发挥力量，帮助其他村，因为村子落难需要人支援，我们啊都不由一地啊组团去帮忙，大家心打开，村里变得完全不一样，就像每天啊发亮发光那般，磁场变得不同。啊，后来我们改变化解灾难，甚至带来更多的幸福。迅速向着台，家家户户种种蔬菜开始大丰收，是以往没有过。啊，我表对我教导不止如此，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的外婆了。啊，后来引导我看透人生，鼓励我更多走出困难。外婆在我56岁的年离世，啊，这一生我每天做着，每天帮助人，生命结束，老子竟然是如果我能成为。
啊，天上一片云，那我就能够在哪里呢？需要帮助啊，我要帮助，就这样关键，我真的成天上一片云。我这边云薄很透明，看起来特别好看。我在云里头啊，念念都是帮助大家，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只有一片云，根本帮不上大家。但是真心啊，让我云中里头短短三年时间处理两位第一的棺材，直接把我带到云殿啊，看见自己这一生所做的事。最后他赞叹我的真心善心啊，这给我一足做，让我可以有机会在那地里服务。在这地里之中，我看见每一条人都很苦啊，不是处罚那种苦，而是是沦为一次次真的无奈。像这个轮回给他个性很苦啊，但我们希望大家啊，能够解脱，不再受这苦，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助大家，因为我连我自己还继续录。几年前突然听见说讲经，当时我好惊讶，意外好惊奇，也知道大家有就努力听经，将佛法分享给受苦您，啊，希望他们能够有啊勇气改变。最后讲经之后都真心化入，最后是我化成救度。离开地，我对阿弥陀佛啊，这个满感恩之意啊，不间断。最后啊，这书生因缘让我排山我这修。来看第一师老师讲欢喜心，这个欢喜心啊，我觉得这佛法的大根大本啊。假如啊，你有欢喜心啊，表示你知足常乐。加上我们相关大佛师啊，你不知足啊，没有欢喜心，你是世界最可怜的人啊。我也给大众讲，人体没路的人，在我们这里每天笑笑笑笑笑笑，欢喜事无量心，欢喜喜舍之其中啊，佛本无心啊，因啊为应众生心，教化众生而现世无量心啊。所以是无量是人们本具之心啊，其实我们给遮盖，就好像每个人啊欢喜心是无量心慈悲喜舍都有。这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，所以修行进化中啊则障见除而显，当上扬阿父莫令你，越进化越进化，给大众对你帮助越大啊。所以佛菩萨慈悲为众生喜见庄严啊，欢喜相啊，修相好，众生呢、啊、见佛现十二大法啊。生这个欢喜心啊，给大众讲啊，欢喜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是其中之一啊。啊，佛本无心，为应众生心，教化众生而已所施量。像这个佛法来讲，像相关道，真的大家要珍贵哦。啊，像你们很多的高材生呐、啊，会听经了、啊，他没有真的改，好可惜哦。像你们要听经才不改，来这里没用。啊，佛讲一句啊。都要改哦，啊，这个改好做呢，你不会照命运走，你会翻页。假设你们不改，你也会照命运走，你不能翻页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啦、啊，说是无良心是人们本具之心，却受无明罪之改。真的，啊。这样的无明，什么叫无明？无明贪嗔皆有无，就是贪嗔之慢来的。所以修行进化中啊，则障见除而显。当然善护啊，善护养护莫念你。啊，人道给大众讲哦。
啊，你越慈悲越慈悲，就把自己给救了。所以佛菩萨慈悲为众生，喜见庄严欢喜相，阿修好相，阿见佛啊佛现的三十八十种二十心欢喜，这个很多人啊在问书师解说，哎、啊，所以什么叫做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？啊，不管你怎么看佛都好，怎么看佛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啊，生先生欢喜心，像以前晚上很多人在听啊，我给他要珍贵哟、哦。相关大我是全球全银河系第一的，地球第一的来。啊，为什么佛正住？所以现在超了很多灵，像今天早上还有灵很多，满满的。你不要看这个好像雾，它一片都一片一大片。啊，一粒水滴啊，都是种灵。很多人不懂。在这个没有学佛不懂，要给你们讲学佛讲，你们身体很珍贵哦。假如身体你这样一天浪费掉，那就太可惜。啊，身体非常珍贵哦，而不是一天一天有个性的在经营这身体，你们绝对不能践行，你们对你伤害很大。啊，学佛就是不要有个性的。啊，你个性越有。其实你不能坚信，你每天都浪费时间，就浪费掉了。所以欢喜清净学习，阿得所法益，阿并且得度，阿生心欢喜也得修相好，不一样的，他真修假修脸相不一样的，他不能骗人的啦。所以啊，众苦难离啊，佛菩萨现庄严相欢喜相。啊，注重见相，啊，烦忧苦恼得离，人苦不会。像有时候我在以前在台湾大市场看到人，我是不认识，我会站着说：“哎，你其实不用苦哎。”要给他讲说：“其实你就不用这么辛苦哎。”可是现在人好像都走不出来，很自私啊，我们也不懂，人道不苦的啦。难道他是高科技哦？啊，为了这个假身付出的代价很不值钱哦。没有人懂的。啊，所以注重见义啊，见相啊，烦忧苦闷得离，佛菩萨见中苦得离，亦欢喜。相信人要靠自己啦！啊，你靠自己，大家好像听不懂。你身体是几亿年的众生都在里面，啊，不要讲说是五十兆、几十兆，真的很多人不懂。所以众业难解，佛菩萨现庄严相，想啊，帮助人呐、啊！啊，你说佛法好不好学？佛法它是教育，啊。你能帮助人解，这是佛法。那佛法能不能自私不行？啊，自私要受报的。像给这年轻人讲都不听，都在受报。啊，不是你一直靠佛，自己都不改，很苦哦。所以。众业难解，佛菩萨现庄严相，欢喜相。佛菩萨现庄严欢喜相，人不苦了，人要走出来。人为这假身付出代价，他是个傀儡。像你们讲都是听里面的，你们也不可能见性的，身体就是傀儡。啊，身体它是一个高科技的来。啊，所以众业难解，佛菩萨现庄严相，啊，欢喜相，啊，注重见相，啊，愿克呢愁苦得解。按理说，人有没有怨跟恨啊？怨恨跟愁苦啊？没有，
像现在很多忧郁症的，我觉得他们很自私，他也不懂。啊，就像我们几个居士也走不出来，也很苦哦。啊，为啥走不出来？他把自己抓这么紧，他怎么还？我给你们两个讲要听，他讲自己抓你，他还不了的啦。啊，跟谁还？你是重症，你他不会跟你化解的啦。很多人不懂哦。身体啊，见性值钱的，不见性不值钱呐。所以啊，活菩萨见众生愿化解，啊，一方喜。所谓众福而能生法喜，像我们现在帮助人，啊，破迷开悟，这是佛法了，没人懂。啊，修行突破有进而能生法喜心。啊，即啊，自见性是无量心。啊，慈悲喜舍群贤，真的人挺棒的嘞！我给大众讲有听哦，啊，所以为内在进上能量显于外啊，人体啊，科技的科技啊，现在人道就是一个就是很自私的。啊，这个知识好像大家也听不懂。你假如知识不能见性哦，啊，像这大部分人的经营这假身呢，好苦，假身呢、啊。啊，不晓得我们身体三十二相八种啊，先反习性，没人懂。啊，要给大众讲的，乃至见性是无量心慈悲喜舍全显，是为内在境上能显而外。啊，像那开悟简不简单？简单哦，非常简单的嘞。啊，开悟见性发起自然得显。啊。所谓众生啊，喜见庄严相，啊，修好相，人体很棒啊！在天津雅也给大家每一句每一句都金言良语了，很重要啊！金言良语落掉一句就没有了啊！所以佛本无心，阿惟教化众生啊，现无来心，所以要给大家讲，你要做佛。啊，跟佛一样无性，啊，能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很棒的嘞！啊，所以是无量心是人们本具之心的，啊，却被无明给遮盖，啊，变化界虚空界啊，不得了。啊，所以修行进化中，遮盖啊见出性，所以佛菩萨为众生喜见庄严相，这个都是要修，他这修行的他不能骗的。啊，修行一点一滴就是心法，心很重要。像我们现在修行学佛。啊，不像那啊，外面就好像刚刚那个狱卒来讲，怎么这么小就有怨心，吓死人！恨心，哪有这么小就这样啊？我真是很苦哦，非常苦哦。现在我们会把这些为众生服务欢喜心，你就是赚到。啊，你自己没办法就给佛教，我们都是佛在教育，不是谁在教育的，真的。啊，假如说你会珍贵啊，一天当两天用，啊，这个佛菩萨现庄严相，每个人都有的，
就好像人家三十二相八十装，每个人看都好，每个人看都好，每个人都发喜。人体啊，给大家自救了，大部分都是自己毁掉自己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众生太多，他不跟你化解，啊，不跟你化解，就自己把自己毁掉了。啊，听经没听，你也不改，所以一定要突破，啊，破无明，千万不要生气，有生气就输掉了。啊，你只要一有气啊，众生也不会放过你。啊，所以开悟见净法即心自然显，是为内在净化能量啊显外。真的，啊，这个身体啊，我给大众讲，好好的听见啊。啊，改心改念头。啊，你说这么多魔众在攻击我，不胜我不会。啊，我停一下再讲，我无所谓。可是我不会停。佛法东西啊，很重要。因为我有人体啊，所以你们攻击就比较容易。啊，所以给大家。大众讲，你们造业就很大。像我们主要是能开悟，啊，在开悟，每个问题都能解决，这是佛法啦。很多人不懂哦，啊，像我们呢，人大他们多愁善感。啊，这些都是这些为了是假身。像我给全世界讲，身体不值钱哦。身体你不是跟着佛学啊，啊，一文都不值钱，死掉你死掉，人家不会可怜你。很多人不懂的嘞，开悟见性，发起自然的心，没人懂的。啊，像这个佛法来讲，《无量寿经》讲“兵戈无用”。啊，这兵戈啊，给大众讲，大部分是造业。就好像你看看现在这个地球，有的在战争啊，啊，像是这个美国啊，跟那个中东在打仗，比如在讲比喻啦。啊，其实美国也是个高科技啊，假如说你啊帮助人家开采油啦、哦、那你就不用打仗。现在人道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自己也不能做主。像以前我看他们打仗，我觉得说好可怜啊，你啊有兵哥给他就造业，假设你要清障的。在这个相关大佛时，我给全世界讲，其实全世界人呢，啊，业都是很重。你看看老法师讲六十年了，没有一个开悟的，六十年。啊，那你怎么？我也不晓得我自己开悟，我只是知道我要帮助人的。像我学了无量寿经，啊，有这么好，没有人懂，去到哪里就介绍哪里，去到哪里介绍哪里。无量寿经，我给大众是大根大本哦。你没有无量寿经，不可能见性哦。啊，所以个人造的业就没有福报，就不能往生西方了。在人体，我给大众千万不要造业，尤其无量寿经哦，啊。你不读诵，不了解，我这样说，他一级棒的嘞，我是跟他学的嘞，啊，把你给救起来了，啊，这个
微量寿经就是跟佛的脚步啦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说阿弥陀以无量慈悲愿力教化世人心灵，教导我们追求心灵平和智慧。啊，这个世间一样的带不走。像我们现在看世间的啊，争夺、竞争、斗争、战争、偷盗、强夺、涉及心计、啊，诈欺，这些因果很大的。像我宁愿吃亏，我不占人家一毛钱。啊，钱哪是要用在刀口啦？像我常常给人家讲，用在刀口。能救人啊，那钱才有值钱，不能救钱也没有。就好像现在财团法人一大堆啊，都是醉生梦死，他没有一个醒。啊，真的醒，我来这世间干什么？我不是来生病的嘞。大部分的财团都在生病比较多，很苦。啊，现在闻到大法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佛法教育叫做人心和顺、清净纯洁、纯净、正直善良，佛法很棒的。啊，像我们今天跟着佛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你看人家的世界。啊，千百亿、千百亿的众生进去，千百千都不会满的嘞。啊，像我自己啊，给大众真正理解生命的价值了，我没有浪费一天的。啊，不然今天怎么可以跟佛在一起？很多人不懂嘞。啊，每个人都有条件呢、啊，跟佛在一起啊。像我们现在学佛，佛在做什么？应该了解才对的嘞。假如说学佛，你还是有自己主观，还怎么知？就像他什么什么什么科技，哎呦，半死的给魔用走了，啊，自己好苦哦，啊，一下就呆了，啊，讲也不听，啊，都不能听经了，啊，来这里有什么用？啊，所以我也给一些的男众啊、比丘讲呢，啊，要自救，而、啊、不是说做个表面的、啊，没有真正的内在，内在很重要。像现在佛法的教育，啊，要赶快给人家认识哦。你看你来我们这里就是心上行上，当然完全都是上的来。他说这教你的来。啊，你让你听，你把自己解决，不听我没有无所谓。啊，为什么？是你害自己，不是谁害你。啊，上行上念啊，给大众讲很重要。像我们人跟人斗争啊，现在啊，人道在战争就是这样。像现在一口气在看能救多少算多少了、啊，人道没路的了。啊，不是你嘴巴一直讲一直讲就可以。像我大佛是。就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佛在啊，没有佛在，我们没有能力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为什么啊？这个人家佛是法界藏身的，你看你们现在啊，来千家亲眷属再来一招，人家他一看就知道。像我们人道，哪个人可以这样？
就好像你们中你是几世几世，他都给你写出来，在全世界哪有这样？我讲没道理啊！所以我也给大众讲，这可以讲说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没人懂啊！你假如懂啊，给大众讲，你就赚到了。啊，像佛教我们礼敬诸佛啊，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都很重要啊。像这南无阿弥陀你们都不会恭敬啊，你们就输掉了啊。你能够醒过来啊，真的这样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南无阿弥陀佛在《无量寿经》啊介绍，啊，光严巍巍，色相庄严，如幻金山。你们是看不见的，他就在后面的，放光动地耶。啊啊！为什么啊？佛在后面，魔众还猖狂，他用施法。那佛每次讲都讲得很重，啊，你是眼睛，眼睛会瞎，啊，是鼻子，鼻子会烂，啊，是脚，脚不能走，哎，是真的是这样。像最伟大，佛在介绍的第六品啊，我做佛时。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幽冥难动，爱以及夜魔罗这三个道中的生菩萨，说我法华，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最伟大就是这里。那这个以前大家不懂，原来你看灵都去做幽冥难动，啊，灵都去做夜魔罗这三个道中，而且佛是一律平等的。在我们相关道时，我说再给你们调平等，啊，你们不平等都不行，给平等，啊，你觉得你很高，我们不信你，你一定要平等，这是佛法啦，啊，不然你看看地狱恶鬼行走冤人谁去度？啊，造了业去做地狱恶鬼的，啊，以及夜魔罗界。魔界，像这魔界怎么去做嘛？个性就是魔界啦，像他们个性都是魔界。只要你有个性啊，你就是魔界的啦。没人懂。啊，所以全宇宙啊，全人。像佛的慈悲，我们要跟他学啊！啊，跟佛学，啊，佛的一小不一，我就是在跟他学。救救救无救无救，阿难往生西方，往生西方，啊，不然都做万物了。你看三个大地都是万物来，没人懂。人体啊，给大众讲，它是非常高科技的嘞。它的高科技啊，就好像动视，就好像这个《无量寿经》，我也介绍给大众听，非常重要。啊，在第六品。啊，第六品啊，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自知无量劫是宿命，所作善恶，能洞悉彻底。人家佛是这样的，啊，你为什么啊？这个生病啊，你问题出在哪里？他都讲你几世就给你讲出来了，
夏立明现在在群众，大家知道说啊，急事出来了。啊，那为什么别事不出来，急事出来？你看我触动那一事，就是你的个性啊。啊，所以你看看这个，我做我所做中生活过程，皆是无量皆是宿命，所做善恶皆能动识彻定知十方来去现在之事。啊，不得啊，不得誓愿，不取成就。而且你看，现在我现在他心中也一样啊，我做生活过程，皆得他心之痛。啊，像你众人我看得见的来，像我给他们啊，比丘比，你不能请众看得众人不能请众的来，而且你一定要宇宙准则，啊，假如你没有宇宙准则，会被附体的来，啊，像我们人体啊，给大众讲自救了，救。救自己的，他不是救谁。啊，真心诚意修行，早日往生西方，可以的嘞。啊，所以啊，一本无量寿经啊。走遍天下，而且它是高科技的啊！假如我们能够慈悲、慈悲、再慈悲、慈悲、慈悲，就把自己给救了。没有人懂啊！像这个人体来讲啊。要赶快学佛了，啊，赶快学，谨慎莫放松。啊，谨慎啊，一点一滴都要谨慎的。啊，时间不空过。很多人不懂啊。啊，向未见现行，若愿心不坚定，毅力不足，难以持续修行者难有成。啊，像这个人体，人体是假的，你要想东想西，啊，稀里糊涂，把你自己给毒死。啊，人体啊，越单纯越好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啊。啊，故需要愿心坚定的，毅力持续，谨慎莫松懈。啊，谨慎莫松懈，不要一天一天的，一分一秒就过了，很苦哦。人非常苦哦。啊，念佛是能够将心。安住于佛号上，啊，自心念佛，念念相续，不假方便，自在心开。啊，人体它是高科技的，像现在人呐、啊，福报不够，啊，跟着佛都在空间呢、啊，很多。啊，无常随之入侵此身，来因此证为业力之身。无常随之入侵，现在我给你们介绍，人体不值钱，你们看到、哦？啊，假如你在你爸爸在四五十岁，他也知道说，这个人体死掉，人家一家里死掉，过一阵就忘记了，有没有道理？很不值钱，有没有道理？人不值钱的来，啊，人体啊，你讲认识佛法。你找个科技，科技就很值钱呢。啊，主要在听经呢、啊，你听经一定要听进去，要去改。啊，那问题在你出于在你自己了。
其实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像我好处就是不认识我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啊，就是很轻松，也不知道。我今天不是魔咒这么攻击，他的魔咒很多了。那要不要紧？不要紧，这是过渡时期，无所谓。他不懂啊。不然你看呢，很轻松的，讲经很简单的，而且你看要深浅都可以。假如说你呀、啊，啊，我觉得知识很高，就讲深，啊，浅都可以呀、啊，很棒的，人体很好。所以无常随时入侵此身，来因此身为业力之身，这句话就是。你们现在会睡觉做业力神呢、啊？像这个不是你很聪明，你越单纯越好，不要去给他解越好。你看现在他又在给我演压，你才知道啊，某种啊讲不听的嘞，啊这也是带众生苦，这无所谓了。啊。所以冤亲债主菩提众生随业主个性胜于善恶行，都是这样来。所以若自心啊，若自心念佛自力现，能得佛力加持。现在好像大家听不懂，既然佛法师这八言，你们有没有发愿呢、啊？就是你来这里啊，是要救自己还是救变化界虚空界？就好像是。看到以后说：“哎，自然会帮忙。”啊，自然啊，念佛啊，赶快叫他念佛。啊，若以心念之力啊，能得佛力加持。哎呦，佛号护体，啊，能助心定身平灵安。现在你学佛，灵就可以安的了，跟佛最好。啊，那佛讲什么，讲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，简单的嘞。啊，生了生死四大，在一起甚至有，这假如说你不去西方，就你这灵就完蛋了，没人救的。啊。所以若无此身灵，啊，则无身可行，愿无法实现。所以若有身呢，则愿因有身而有力可行，有其为实现。要看自己的，像你跟了佛有大愿，我要救度。啊，像你们现在孩子都比较好命，不知道苦啦，父母都顾得很好，其实人道很苦哎，你们不懂哦。哎，你们现在是啊，好像都没有苦，人道很苦哎。现在是你们有靠山，有父母做靠山，其实也有都是独生独息独死独来。啊，假如能够升级呀、啊，把自己提升了、啊，你就赚到。父母怎么可以给你扣一辈子？他都老了，对不对？那父母也是啊，说哎，这是我的孩子，这是我儿子，这是我女儿，啊，我来靠他。不可能靠的啦。